么能是咸鱼呢？谁告告我，那雷剑将军用什么圣遗物？嗯，不对啊，不对，波兰剑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一级雷神，你不是咸鱼，谁是？什么一级雷神？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我这叫二命雷神。快跑吧！别扯淡了，哎呀，赶紧走吧。退了吧，不行，太卡了，容易卡。不行，我回不了家了。退了吧，退了吧，晚点再玩吧。全军出击。不能再打了的，再打他指定过来干我。我们假装打一手，其实不然。谢谢一位顶天大汉。干啥呢，盖伦？直接不理他，硬吃一波这个爆破，破完就回家，没药了，不干了。那能行吗？那能回家吗？咬他一口。是不想闪现？行，没什么用，我死不了。我能回血，你能吗？你能。你能的话，你只要不升三就没事儿。我先给你升一个，我顶你一下。他下路完了。给我了吧。吃个哈皮吧，
我是先出个鞋呢，先出个鞋吧。现在有个问题，我出分离者，我蓝不够怎么办？去拿个蓝呢？那我问问你啊，蓝 buff 在一分钟的时候、两分钟的时候打掉了，那么蓝 buff 在几分钟以后刷新呢？我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调料。七分钟，他敢上来直接打死他。靠！叫人真的好烦啊！关键盖伦，哎呀，打我疼啊！顶住啊！还行，也就三个近战兵，可以接受。还有大没？你们说，他应该大没好。大应该没好，因为我先开的大，他后开的大，他大招大概应该是120秒，所以他大没好。他跟我在这装，你知道吧？他在跟我装，他以为我不知道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嗯？再见。我在想要不要出西兰刀，还是分离者。我不，我这把出把分离。我补一个冰靴，分离，九头，冰靴破败，补个魔抗，这就是无敌了。
护甲魔抗全有，单挑无敌，团战不怕。闪现！靠！又有个点炎加大招。传送一手，我不但他们快要变丑了。那我破剑者啥前出呢？哎呀，玩兽啊！往哪转啊？往哪转？蓝不要了，先吃他二塔。反正那艾克单打没有盖伦，他打不过我们。吃完二塔再拿蓝。没事儿，害虫，我跟他比谁拆得快。上去再把盖伦杀了。我国王，国王，他干啥呢？他不会要打蛤蟆吧？完了，2500九斗蛇够不？3050啊！差100。
你给我药柱有用吗？行，我去压路噻。破败可以，再来个破败，吸血，杠杠的。下路我记得不是无敌了吗？没无敌呀、啊！哎呀，这啥也不是，这下路啊！我以为下路他们家无敌了呢，真是不太行啊！没有推推棒吗？直接不理他。给我了吧，给我了，给我了吧，给我了吧。好了。直接就不让拆。拿峡谷先锋，自制的害虫。害虫指定是不能来上了，他肯定得避着我们，他要么他就去下，我们就逮这个害虫啊，他去哪我去哪。看见没，他去下了，找他去，他去哪我去哪。怎么的？不拆了，害虫。你不会又去上了吧？他指定得去上，我们再逮他去。下路他不能来了。回上路，抓他去！我能让你拆一个塔，今天，你看着没？他又过来了。跟我藏猫猫，那能行吗？今天我这杀虫剂，蹲他一波，他指定得推。哎，你不是害虫吗？你不挺牛的吗？想偷东西，我能让你偷成功。喜欢害虫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我在吃人的时候，我放点调料。哎，这皮肤没有节目效果，兄弟们。我要是用那个警察的皮肤给他立一个那个三脚架，你知道吗？
这个柱子变成三脚架就有意思了，选错皮肤了，应该选的警察那个。啊，路障，路障，给他立个路障。帮我一下子就行，冰心儿。为死之人的喧闹。啊，我怎么死的？就没让我活。哎呀，拆塔呀，莫干了，还是莫干了干正事儿啊。你就拆呗，那锤石造了些超级兵，他也打不过你。那锤石也不知道干啥，怎么的要自杀呀？哎呀，给我害虫上场了。你也打不过我呀，我这无敌。我这棒子快不快？嗯，快不快？